动漫英文叫 ACG， 由 Anime 日本动画、 Comic 漫画、 Game 游戏三者组成，然后在日本则是被称为 MAG， 由 Manga 漫画、 Anime 动画、 Game 游戏组成。而2005到2010年间呢，轻小说的崛起 Light Novel 也使得 ACGN 这个名词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现在的社会上出现了许许多多新奇的事物，这样ACG 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你没什么兴趣，生活中多多少少都会听过从 ACG 来的梗，例如我们红透半边天的神奇宝贝就决定是你了， Pokemon I choose you， 有它就有人可能会被杀的名侦探柯南，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There's always one truth， 热血篮球的经典名作灌篮高手，那句激励人心的，放弃的话比赛就结束咯， If you give up The game is already over。 少女人和绅士们最爱美少女战士，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 In the name of moon I'll punish you。 没有最燃，只有更燃的圣斗士星矢，燃烧吧我的小宇宙， Burn my cosmo。 卡梅哈梅哈，龟派气功到现在都没有打算停下来，这个全球最大招牌的卡通最新作七龙珠超人在热播。其实我们小男孩都知道，小时候谁没有练过龟派气功，没有想要试试看变个超级赛亚人呢？直到妈妈可能拿出金箍棒吆喝，我们才肯停下来。不止如此，在大家的生活周遭，网络上的讯息中也充斥着来自 ACG 界的用语，例如某某控指的是极度热爱某一人事物的族群，比如说拉面控啦、烧肉控啦、妹控、御姐控、正太控、萝莉控，是日本呢，他们取自于英文中 complex 的 com 一词，那指的是症候群。而 CG CGI 动画，这不只是在动漫电玩界，许多影视作品上都会使用一项技术，全名叫做 computer graphic image 电脑绘图。而各种动漫俗称的 2D CGI 所俗称的 3D， 以及由 2D 的人物制作成 3D 模型中所称的 2.5D。是英文，他们的这个 D 呢是英文中 dimension 一词的缩写，而在这个文化下所诞生的一项热门活动 cosplay 角色扮演，常常在动漫电玩展上负责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打扮的绚丽夺目的 cosplayer 们呢，也被大家亲昵的称呼为 coser。 而最后一个 coser 在许多的标题以及广告词中都非常常被使用，是源自于日文中可恶 coser 一字。各类影视作品中，大家在被恶整恶搞之后，都会不自觉地念出 "cosplay" 这个字，而慢慢它演变成搞怪搞笑的代名词。不想被时代淘汰吗？那就快点来多学一些可能即将火红的名词吧。各大媒体广告不停的 MMORPG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Role Playing Game， 像是传说什么啦、某某对决啦、什么英雄什么联盟的。再来是发大绝招，发完我们都需要的集气时间，它叫做什么 cool down time， 给我一点 CD 时间， I need some cool down time， 像对手呛下的时候会说的 sack you 秒杀， I will sack you in the game。 真正 ACG 迷不可不知的 CV character voice 声优，以及我们的什么呢 CN coser name 角色扮演 model 的名字。 My favorite CV is Kugi Miyarie， 最喜欢的丁宫理惠。最后，想了解更多潮流，敬请锁定空中美语空中家教 ACG 大讲堂。